如大地圣诞，斗母星君圣诞，天上圣母飞升，临水夫人李姑千秋，中坛元帅千秋，小神通月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照备。上午八点半，台南市立后甲国民中学八关斋戒，护生点万灯供万水，又供祭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06-213-1112，06-258-9177，07-607-3377。10月29号星期日，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十亿倍。上午9点，高雄福成高中活动中心传授在家菩萨戒、护生、点万灯、供万水暨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07-556-9911。10月31号星期二，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十亿倍。晚上7点，屏东中正艺术馆心灵讲座。联络电话08-751-6018。11月3号星期五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除罪200劫，诸圣夫子圣诞，南昆吴三王爷千秋，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十亿倍。下午2点半，金门文化局心灵讲座。联络电话08-232-6651。11月4号星期六，佛陀应允返回人间日，小神通月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0亿照备。上午8点半，金门金湖综合体育馆八关斋戒。联络电话08-232-6651。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向您问好。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。掌恭敬，二拜佛缘，今见世尊，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，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，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。20世尊告普广菩萨及四众等：谛听，谛听，吾当为汝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报之事。普广白言：唯然，世尊，愿要欲闻。佛告普广菩萨：世尊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，或合掌者、赞叹者、作礼者、恋慕者，使人超越
三十劫罪，普广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或彩画形象，或土石雕漆，金银铜铁，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，世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，永不堕于恶道。假使天无禁锢，下生人间，犹为天王，不舍大利。若有女人厌女人身，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雕漆、铜铁等像，如是日日不退，常以花香、饮食、衣服、出产、常翻钱宝物等供养是赞女人，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，更不生有女人世界，何况复受，除非慈愿力，要受女身度脱众生，沉思供养地藏力故，及功德力，百千万劫不受女身，复次普广。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，但于地藏像前至心瞻礼，实请之间，世人千万劫中，素众真身，相貌圆满，是丑陋女人，如不厌女身，即百千万亿身中，常为王女，乃至王妃、宰府大姓、大长者女，端正受身，诸相圆满，由至心故，瞻礼地藏菩萨，祸福如是，复次普广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对菩萨像前作诸伎乐，即歌咏赞叹、香花供养，乃至劝与一人、多人如是等辈，现在世中及未来世，当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，不令恶事则闻其耳，何况亲受诸痕。复次普广，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，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归敬供养、赞叹礼地藏菩萨形象，或妄生讥毁、谤污功德及利益事，或露齿笑、或背面飞、或劝人共飞、或一人飞、或多人飞，乃至一生生机毁者，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，机毁之报尚在阿比地狱，受极重罪过过失劫矣，方受恶鬼，又经千劫复受畜生，又经千劫方得人身，众受人身，贫穷下贱，诸根不具，多被恶业来劫其心，不久之间复堕恶道。是故普广，机毁他人供养，尚获此报，何况别身恶见毁灭。复次普广，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，求生求死了不可得，或夜梦何归，乃至家亲，或有险道，或多姐妹，共鬼神游，日月岁生，转复免中叫苦，惨凄不乐者，此皆是业道论对，未定轻重，或难舍受，或不得欲，男女俗言不便世事，但当对于佛菩萨像前高僧转读此经一遍，获取病人可爱之物，或衣服宝贝、庄园色宅，对病人前高声唱言：我某甲等为是病人，对经像前
舍诸等物，或供养金像，或造佛菩萨形象，或造塔寺，或有等，或施常住，游视300病人，遣令闻之，假令诸时分散，至气尽者，乃至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四日，至七日以来，但高僧白，高僧读经，世人命中之后，素养重罪，至于无间罪，永得解脱，所受深处，常知宿命。何况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自书此经，或教人书，或自述化菩萨形象，乃至教人书画，所受果报，必获大利。是故普广，若见有人读诵是经，乃至一念赞叹是经，或恭敬者，汝须百千方便劝示等人，清心莫退，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。复次普广，若未来世诸众生等，或梦或寐，见诸鬼神，乃至无形，或悲或涕，或愁或叹，或恐或怖，此皆是一生、十生、百生、千生，过去父母、男女地位、夫妻眷属，在于恶趣，未得出离，无处希望福利救拔，当告宿世骨肉，始作方便，愿离恶道。普广，如以神力，前使眷属，令对诸佛菩萨向前，至心自赞，或请人读，或三遍，或七遍，如是恶道眷属，今生必是变数，当得解脱，乃至梦寐之中，永不复见。复次普广，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，或奴或卑，或至诸不自由之人，觉知树叶，要忏悔者，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，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，可满万遍。如是等人，尽此罪，千万生中长生尊贵，更不经三恶道苦。复次普广，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、刹利波罗门、长者居士、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，有心残者，或男或女，七日之中早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，更为念菩萨名，可满万遍，是心生子，或男或女，数有殃报，便得解脱，安乐逸雅，寿命增长。若是成福生者，转增安乐，给予寿命。复次普广，若未来世众生与月一日、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八、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四诸日等诸罪结集，定其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何况知情杀害、窃盗、邪淫、妄语，百千罪障，能于是十灾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向前读世经一遍，东西南北百由旬内，无诸灾难。先读到这里啊，前面大家都能够理解吗？读的时候能理解吗？能。那你们厉害了吗？来，我问你们一下，佛告普广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，你们有没有闻名呢？哎，那善男子、善女人是不是讲我们的？或合掌者、赞叹者、作礼者、恋慕者、
世人超越三十劫罪。宋朝那个秦桧啊，他要被处罚之前呢，啊，有一个师父就去跟他说，哎，写一个字，他说这个字你认识吗？写了个什么字啊？写了个佛字啊。你说秦桧怎么说？他说我不认识。哎，你看，那他说那你跟我念。我不念。你看哎，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念？他说我堂堂宰相这个字会不认识。你看他明明认识，他不说不认识。哎，要念，所以他就不念。你看刚强不刚强？哎，那他为什么能做宰相知道吧？那这么刚强的人他为什么能做宰相？他前世啊是浙江雁荡山观音洞里的一个出家人啊，就是在地藏面前、地藏菩萨面前做香灯的。哎，结果没开悟，没什么，死了。死了之后，因为他这样子嘛，出过出家人，做过那香灯，所以做过香灯会不会有没有智慧？智慧，哎，点灯开智慧的，啊，结果读什么书就全部都能记进去，所以考试啊，就像这照抄一样，哎，你考什么他就脑子里就出来了，哎，所以考了文科状元，哎，那岳飞是什么？武科状元。哎，一个文状元，一个武状元，哎，后来就因为陷害岳飞，最后他自己也不得好下场。但是，请问他前世这么过，地藏菩萨要不要救他？哎，所以地藏菩萨就现一个出家人的形象去救他。你只认得这个字吗？你看，不认识。哎，他就是跟着合念一声合掌。请问？他死了之后都能救他吧，不下地狱啊，对不对？否则除了死了之后还有果报呢，是吧？哎，你看特别刚强，地藏菩萨去救他都没有救得到他。普广若有三男子三女人，或彩画形象，或土石娇妻，金银铜铁，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，世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。白返生于哪？哎，帝释天王那边去啊，到倒立天呐、啊。哎，倒立天那里不需要工作的，不要工作的，那里没有上下班的。那干嘛？开心享乐啊！树上会往下滴甘露的，甘露甘露是帝释天王后花园的那棵天树。那个天树上留下来的枝叶吃了可以长命，哎，百岁，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叫甘露树。我们叫甘露，甘露是帝释天王后花园的。我们说人间三宫六院七十二妃，帝释天有两亿多个老婆，每一个老婆只要想到她丈夫就会很开心了，天欲乐啊。那你说想得完吗？这个快乐想不完，从朝至暮都想不完的快乐。很多宗教以天堂为归宿呢，对不对？只有佛教，哎，你看不把天堂放在眼里。哎，佛教徒子你看很大气的，不把天堂放在眼里。哎，昨天我们跪下来，你看第一句话发誓就这么，我今日发心，不为人天福报，对不对？你看厉害不厉害？口气大吧。第二句呢，不求声闻缘觉啊，你看我还更厉害。第三，不做什么，乃至于不求什么全称菩萨。什么叫全称菩萨？全称菩萨就是说那个是因地的菩萨，因地的，也就是说呢，什么头脑发热了是菩萨，一回呢又不是了，啊，就是，哎，还不稳定的啊，也就是我们要求果地的，不退转的，对不对？果地的，真实称的，
哎，那什么是真实圣呢？真实圣呢，哎，愿与法界一切众生一视同德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就是本然啊，纯净本然净心地。哎，这净心，但是那菩萨也是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十方菩萨共皈依呢，就是十方菩萨都是因为皈依这个而修的。哎，但是我们要求究竟坚固的。哎，不能说哎头脑发发热就行了，那不行的。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不能求那个头脑发热就行了？哎，这样，哎，所以佛教的这个就是这种智慧是一个很冷静的智慧，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徒。哎，所以这个佛法在，所以这个所以佛法是智慧的教育啊。虽然有宗教形式，但是它却没有宗教的狭隘性。他超越了宗教，其实他又超越宗教，即宗教非宗教，哎，是宗教又超越了宗教，对不对？你这一段为什么我要读呢？我前面问你们了，你们说都明白了，那我就想拿这段考考你们。就听地藏菩萨名合掌作礼恋慕，这我们一般性怎么理解？那现在就这个啊，地藏菩萨像在这里，我讲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你们也听到地藏菩萨名了，对不对？这里面其实也分几个层次啊，熟底的，有真上的和究竟的，啊，从俗地上来说，啊，师父啊，塑地藏菩萨形象，让大家瞻礼供养礼拜，叫见相得福，见相得福，见相消灭罪，啊，这是见这些相，但通过这个呢，接引大家入门。要不要讲道理啊？要不要开示地藏菩萨的真实意啊？哎，要开显。那开显了之后，这个时候才是叫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。那否则的话，你说为什么叫摩诃萨呢？那地藏菩萨就是菩萨呢？那就这个形象，那就这个形象了。为什么他是菩萨呢？菩萨你要明白他为什么是菩萨。摩诃萨他是大菩萨，那你要明白他为什么是大菩萨。不是说哦，这尊地藏菩萨哦，这个20公分高哦，外面那个99米高的那就叫摩诃萨，这个就叫菩萨，那个叫摩诃萨，不是那个，那是什么？不是因为这个体量的大小而称摩诃萨的。那是因为什么？那这个闻要不要闻呢？哎，这个闻是地藏菩萨名，其实就是闻法而了达地藏菩萨的真实含义。哎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个真上的。哎，这个真上缘，不管是从俗谛上的三宝住持三宝的，还是善知识开显。让我们明了真实意的，还是我们已经明了了之后，对着这样真正的明了了之后的地藏菩萨摩诃萨，听了这个名而了解这个名了，合掌，对这个名合掌，合掌是什么？合十着指，这是什么？把这个散乱的心啊收起来。散乱的心收起来，归到什么呢？这个合掌就是向地藏菩萨合掌。这个，哎，记住，本来净心地无尽佛藏大悲尊，这合起来才是地藏王菩萨呢。向这样一个对境来合掌，所以这个时候，他的级别，那跟前面的都
判然不同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在初学佛的时候，见相众福啊，所以有的人说啊，地藏菩萨要贴金了，哎，大家都会捐钱了，哎，所以昨天这个昨天有法师说，那地藏菩萨，那我多少年前贴金就贴好了，这两年一看，哎，又把涂黑了，500罗汉涂黑掉一半，又是号召贴金了，因为大家就喜欢贴金啊，对不对？就喜欢贴金啊，塑佛像贴金最喜欢，造大殿都次一点了。有没有说，哎，哪个寺庙说造厕所化缘？有没有？他化也没人给他，因为众色分别心啊。但其实你请问，造厕所是不是一样的？是不是生前栏？是不是常住？哎，一样的。哎，佛祖说了，在前栏内扫一扫帚地，跟3000大千把我们地球啊扫一遍一样的功德。他又不分，我是佛前扫地，还是佛后扫地，还是大殿前扫地，他都是前栏内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众生他就不是这样，哎，做佛最好是我做佛，最好是做佛的脸，最好是做佛的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金贴到脸上去啊，所以都喜欢。我们到了外国也是的，贴金都可以亲自贴的，很多人都跑出去贴佛脸。哎呀，我抢不到嘛，我就贴佛后脑勺吧。挤的都是前面，挤的都是后面空子。啊，在《涅槃经》里，佛陀就讲到，有两种人，一个是不信三宝，以嗔恨心破坏三宝，这个人肯定下地狱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读过了。还有一种，虽信三宝，愚痴故破坏了三宝，也会下地狱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。所以这第一种，我们能不能停留在第一种里面？不能，要正经，要了解真实意，所以才这么说啊。有一句话啊，佛法无人说，虽会亦难了啊。佛经是有真实含义的，这个文明不是那么简单，我耳朵听到了就是了，然后通过这个真相，然后最后了解，了解了之后和散乱心，散乱心就是放弃散乱心，和散乱心为一心，这才叫一心归命。哎，赞叹身对这个我们的对境恭敬，赞叹是口对我们的对境恭敬，做礼是把我们的我执我慢全部崩塌掉放倒，这就干什么？就我放下我，然后让对境，让我变成这个对境。哎，恋慕就是什么？啊，念念不舍。啊，念念是佛，念念是佛。哎，一念清净，一念佛，念念念念念念与他合，就叫恋慕。哎，世人超越30劫罪。哎，所以这三种我们要排队的，要排一下队的。作为善知识来说，接引众生，本来佛教是没有形象的，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年都是没有形象的，就是因为佛陀升天说地藏经啊，优田王和频毗娑罗王非常想念佛陀，才拜托目犍连呐，说你神通力啊，你画一个佛的形象来吧。优天王要做佛的形象，但是那个工匠非常好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出佛的形象来，就是目犍连以神通力把他带到天上，因为佛的形象很晃眼的，看不清，眼睛看不清楚的，佛光明的嘛，光明晃耀，一般的人看得像老花眼一样的，眼睁不太开的。佛就走在一个琉璃池边呢，啊，这个天池边呢，水清灿的。佛站在那个池子边上，雕塑家他最后就看那个池塘里面佛的影子。由于池塘里面影子的这个形象，所以第一次他做出来的佛的那个都是那个波纹，都是波纹。优天王造佛像，赞叹佛，就是佛说地藏经这个因缘，才在人间造了第一尊佛像。佛虽然回来的时候，这尊佛像，哎呦，赶快从金色里自己跑出来了，也给佛陀来顶礼来了，
哎，佛陀一看，怎么我哎还有一个替身在这呢？就很高兴，那佛也给他还礼，还礼了之后啊，把手给他抹顶，然后向大众说：未来众生雕塑画我的形象，就像看到我一样的有福，一样的有福。所以在佛教里才有，但是在早期的时候，大家还是把心都是用在真实的这个上，真实法的意义上。所以在正法时期的500年，佛陀的形象是非常少的。那大家层次低的，那又由于尊重佛的形象，大家不敢就是啊草草的就做一个佛的形象放在那里，又想见到佛，又恭敬佛，又不敢随便的放一尊佛像，这个就怎么办呢？就是以菩提树来代表佛的。最早期的几百年的佛教，广大的佛弟子，广大的阿罗汉们，以佛的菩提树，然后呢，因为佛在涅槃前又留了一个佛脚印，所以大家又有一句离这个佛脚印啊，然后佛陀在这个火龙窟里面又留了一个身印，然后大家再去到那个好像佛陀自己拍了一个照片一样，但他这个照片是立体的啊，就投射他的身影，投射在那个洞石洞的墙上啊，所以大家呢去礼拜这个身影，佛的脚印，菩提树，佛塔。我现在供养的这尊塔就是佛陀亲自设计的啊，所有在印度你看不管各式各样的塔，塔的最顶上就是这尊塔，这是佛陀亲自发明的，创造设计的。是因为谁呢？是因为那位杀人魔王央杰摩罗，他本来对师父非常孝敬，师父也很喜欢他，但是其他师兄弟就嫉妒他，就陷害他，结果连他那个师母都要陷害他。这个师父有一次就真的生气了，他以为这个徒弟真的这么坏，但是呢这个徒弟又很力量很大，大力士，这师父呢打又打不过他，怎么办呢？他因为知道这徒弟听话的，师父讲什么他都听的，他就跟他说：你杀掉1000个人你就成道了。这个话是害他的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央杰摩罗听了之后怎么样？他就真的听了师父讲了，我杀了1000个人就好了，他真的就去杀人去了，就杀杀杀杀杀到一直杀到990个。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他打的，那他是见到谁谁就没命了。所以后来闻风丧胆，别人只听说央杰摩罗来了，哦，方圆之内就没有人烟，那他凑不了那一个。后来他妈妈就听说我儿子去修道了，听说现在变成杀人魔王了，他妈妈就特别不解，真的假的？你们胡说吧，我儿子那么孝顺那么听话的，他知道我这个儿子很好的，怎么会变杀人魔王呢？他就要来看，我看真的假的。就远远走过来之后，央杰摩罗看到他妈妈来了，他为了凑那1000个，他就想把他妈妈都杀掉啊！这个他这个心一动了，他要杀妈妈。佛陀在灵鹫山入定，你说说佛陀心里忍受得了吗？佛是辨智者，天下什么事都知道的，我们现在听经问法，你想什么念头佛都知道的。哎，那央杰摩罗动念头想把他杀掉的时候，佛陀不忍心啊，以神通力刹那之间现在央杰摩罗和他母亲中间，就插在他中间挡着他。哎，结果他忽然刚要杀他妈妈，忽然哎，怎么变出一个这个人来，把他吓一跳，先是吓了一跳，后来再定睛一看，哎，这不是传说中的那个释迦族的那个修行人吗？说这好啊，听说杀了他比杀1000个人功德还大呀。他就不敢不管他妈了，他就盯着佛陀来了。请问他能杀掉佛陀吗？哎，佛陀是文武双全，不要说成佛，他在家做凡夫的时候就是文武双全的。他可以，他
他可以把大象举起来丢到城门外去的，但是因为佛陀累劫累菩萨的慈悲，大象丢到外面地砸了一个坑，大象也不受伤害，也厉害吧。所以这个央揭摩罗这个时候想要杀佛陀啊，追啊追啊追啊，那佛陀连走连动都不动的，虽然不动但他追不到，奇怪不奇怪？他就是一直就这个距离，那佛陀他看着佛陀还奇怪了，这拼命追，那佛陀就一直跟他就是这个距离，然后追的怎么样？上接不下下气啊，虽然力量大，但是后来没劲了，跑马拉松跑不动了，瘫在那里了。他那一把去，你别跑，你给我站住！佛陀很安详的跟他说：“说我没跑啊，是你在跑啊，我早就站住了，是你在跑，你没站住啊。”佛陀这句话里面有几层含义？哎，佛陀是说都有好几层含义的。佛陀已经悟道了，大彻大悟了，他还跑吗？他还会跑吗？哎，不跑了。佛陀是不是已经站住了？佛陀已经，众生在轮转呢，对不对？众生在跑啊，众生没有站住啊。佛陀说：“我没在跑啊，我已经早就站住了，是你在跑啊。”一听到佛陀清凉的声音怎么样，他的心马上得到安慰。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经典一翻开说如是我闻，我会痛哭流涕呢？我们可怜啊，你只能听我这个业障凡夫给你讲地藏经啊，我们没有那个福报听到佛金口跟你宣说地藏经啊，但是还等到什么第六品啊，第一品你就发愿经，或者就证阿罗汉果，或者就发菩提心，或者证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了，或者有的当下都已经哎，都现见十方诸佛清净刹土，都已经可以成佛了。那佛的声音具足六世梵音语啊，具足六世梵音语啊，哪个歌唱家有佛的嗓音好啊？哪种庄严，六十种韵音啊！哎，你看我们那个钢琴为什么乐器中王？就是它音阶多，它琴键多，它跨的频率宽。佛陀的频率比钢琴还宽啊！哎，六十韵音语啊！哎，这就是福德。佛陀的每一项，他的声带是声音里最美的、最圆满的。鼻子最圆满的，眼睛最圆满的，眉毛最圆满的，每一项都是最圆满的。不要说佛开口了，佛陀的你看到好嘞，就哎，所以我们看不到是我们众生很大的损失啊。好在佛德的遗教还在世上，所以好好的珍惜吧。末班车啊，你这一世你不好好学佛，你再失了人生，你下辈还想来得人生啊？那太难了。一音声一出来，这个央揭摩罗心就清静下来了，马上就知道，哎呦，生惭愧心了。佛陀再说两句，杀人的刀就砰丢下来了，就跪下来，然后就合掌说：“像我这样的杀人魔王魔啊，杀人不是魔王了，是杀人魔鬼啊，还有资格做你的徒弟吗？”佛陀说：“只要你忏悔，知道你错了，还可以成为我弟子的。你看，佛陀慈悲吧？哎，本来是什么？他那个拿刀想自杀的，他说我死了算了，知道自己错了。这佛陀就是以神通力，把他止住。哎，后来他说，哎，佛陀说，你把你的刀。”应该杀掉你的烦恼，而不是你的头颅。然后他说：“你把刀可以供养给我，我可以把它变成有功德的东西。”哎，说这个杀了很多人的刀，怎么可以给你啊？哎，佛陀就把他这个刀做了这样一座塔。刀可以杀人，这个塔。可以让人
活过来，对不对？哎，让轮回的众生停止下来轮回。所以这个塔是佛陀亲自设计的，是加持力最大的。而且像这样子的，我这座塔是什么塔？水晶做的，天然水晶做的。我跟你说，这还了得？哎呀，这两天我们听经闻法过程当中就要观想着啊，然后被地藏菩萨的这种大愿大笑感动，然后我们整个身心业障消消消消消除。这今天第六品里面佛法大光明也是光照我们，把业障都消除，然后最后我们就变成像水晶一样的，每个人都变成水晶一样的。或有善男子善女人彩画形象，或土石浇漆金银铜铁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也是翻三个层意思。一层意思是真的啊，是彩画，拿颜料，国画颜料，水彩水粉，哎，种种颜料来画像，哎，用土啊、石啊、金银铜铁啊来做像，这是第一层意思，啊，就是这样做。第二层意思是什么？是明白了这个本然的净心地之后，用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，这是代表资粮、颜料啊，啊，这个香花啊，这是代表身口意清净的戒律啊，比如忍辱、布施、持戒、禅定，以这些产生的资粮资具来充满这个本然清净的净心地，让它具足，让它这个心相，让它越来越具足形象，让它越来越丰满，显现出形象来。这个才是佛陀要表达的真实意。哎，真实意，这个是啊的第二层真上，第三层究竟了义的。如果从第三层究竟了义上来说，第一层是相似的，是相似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可以把它，如果是菩萨是善知识来做的，他是度众生的方便，因为他方便摄入进来之后，他要为他讲解，为他开示悟入，对不对？开示悟入的，所以这《法华经》里面佛以三车来比喻啊，这个羊车、鹿车、牛车。那从第一层意义上说，那就是羊车、鹿车、牛车。那实际上有法师给你讲解了，哦，原来不是，是小乘、大乘、金刚乘的。那身上的披挂啊，那个牛身上是披挂庄严。你说那牛身上要披挂庄严什么？原来大白牛代表你见道的那个形象啊，大白牛是代表那个道是有力的，是脚四个蹄子踏在地上是稳的，然后他身上的庄严是五根五力三十七道品啊，种种，这个是庄严为璎珞啊。哎，不是从表面意义上说，哎，那菩萨带了那么多璎珞，那从第一层意义上，哦，那是好看，菩萨为庄严。但从近义上说，是菩萨具足了小乘的功德，声闻缘觉，菩萨的性位啊、行位、住位、回向位、实地位的每一层的功德具足了，啊，所以佛一上来《地藏经》就说啊，地藏菩萨多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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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劫来啊。做十地菩萨不可称计啊，何况声闻缘觉啊，也就是佛所说的啊，对不对？三法印、四念处、五根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正道分，他们都是九劫以来行持这个六度万恨种种庄严，这才地藏菩萨的形象才开始出来显出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才显出来。所以这个时候对着这样子的形象一瞻一礼者，世人百翻百生生于三十三天，这才是究竟的了义的。如果你真达到这个，那肯定这个支票马上兑现。有的人说奇怪了，我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死没去极乐世界，好像佛跟我说，这不是，你真是一米了达，这是一米了达，因为你没亲近善知识，没有善知识为你讲，你怎么了达佛法的真实意义啊？
所以佛法无人说，虽会意难了，这句话是出自于佛经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里面的。佛法如无人说，虽会意难了，譬如暗中宝，无灯不能现，这《法华经》里佛陀亲自说的。所以佛法一代一代为什么要需要出家人来传呢？出家人从我们在往再往上啊，我师父悟空上人再往上啊啊，一代一代代一直可以到释迦牟尼佛，没有中断过，对不对？哎，由三智士住世，只有正法住世，三智士不存在了，佛法都不存在了。就佛法不存在，你还有解脱啊？你说你三智士归你，我才不清净的，我自己学佛，那怎么样？你的正法就没有了，你的正法都没有了，你还想求解脱啊？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就不是说在经典里哦，那你明明的经典写了吗？哎，我听到地藏菩萨名，只要一合掌就灭三十劫重罪了。请问你闻到地藏菩萨名了吗？你闻到了吗？普贤菩萨、地藏菩萨对声闻缘觉如来如盲如聋如哑啊！为什么声闻缘觉还要修啊？他是见不到啊，这种高的、高级的这种大菩萨的，这种见都见不到的。为什么《法华经》讲了老半天，最后普贤菩萨在现身，然后佛陀亲自说：“你们以后所有众生能听到《妙法莲华经》，皆仗普贤菩萨的力量。”那真的普贤菩萨，那你想想看呢，佛陀把这个都讲完了，最后普贤菩萨才现身，为什么？这也就代表如果你听这样经，你听开到智慧，已经达到那个层次了，你才会见到普贤菩萨。什么是普贤菩萨？他就是法身佛的净虚空变法界的那个体啊，那个体啊。我也前面比喻常常用虚空来比喻，那个体就那个体，净虚空变法界就在你的鼻子这，就在你眼眉毛这，就在你的汗毛里，你却看不见。所以真正明白的人叫生者必定生，去极乐世界叫生者必定生，往却不必往，哪里要往啊？当下就是啊，清净净土啊。就像调电视机频道一样的，从一台砰调到二台去了，要不要换个电视机？不需要换的。你要看，比如说看北京台，那就看遥控器，砰，北京台。要看安徽台，砰，安徽台。要不要你说，哦，要看北京台，我跑到北京去。要跑到，要看安徽台，我要到安徽来看。不要的，按遥控器就行了。那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也是的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只要你南无到阿弥陀佛，当下就。你要南无不到十万亿佛土，你要南无到不可知耻，不可毫厘，当下即是。我今天这讲的才是真实意义，真实意义，没有一点骗你们。所以你说你读懂呢？你读懂，我要再细讲，哎，可以把它讲。彩画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土石代表什么意思？金、银、铜、铁代表什么意思？它都是有内在含义的，它都代表着佛陀一生所讲的不同的教法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哦，金银铜铁，那不是很简单？昨天供养我一个黄金的观世音菩萨，你看，不是说那么这么简单的，它这里是代表那个的。那对于佛菩萨来说，黄金这佛菩萨看是粪土一样的，不是，只不过是代表它里面是有含义的，如果那样子的话，这样这如果你能明白，能够这样子修，一沾一礼者，使人百返生于33天，永不堕于诸恶道。你说你已经见到了，而且已经广集资粮了，已经成出行来了，你还会堕落到三恶道吗？做到三恶道的，除非你发愿，那之后就是什么？若非业力，即非神力，对不对？你要发愿，你神力，你可以去三恶道。你去三恶道干嘛的？你走到哪里，哪里这个三恶道就消失掉了，就这么威德力。跟你说，你看十殿阎君那里也供着地藏菩萨像，供着地藏菩萨也在那里啊。他
但是很多罪人看不见的，看不见的，啊、哦，但是要忏悔啊，忏悔啊，哎，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种方便嘛，塑了佛形象在这里。其实我们虽然看到这个像了，其实你真正的看到地藏菩萨像了，下一句叫见相，啊、嗯，佛法要简单，可以设的很简单。你看我们念的仪轨哦，那一句话里面要用显宗的哦，那还分很多很多的，为了那个一个道理。你像我们这个，我们为什么说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乘？我们现在这个属于菩萨乘，菩萨乘到唐密的那个有行部、四部、瑜伽部。你到行部、四界部、瑜伽部的时候，一个菩萨就是一个符号，就是一个符号。文殊菩萨就是一个符号，文殊菩萨的种子字，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种子字，地藏菩萨就地藏菩萨一个种子字，连形象也没有了，就是一个种子字。哎，地藏菩萨种子字发什么光的？请问大家，蓝色光的。哎，都在那个行部、四部、瑜伽部修，他的修法，你一个修法的人，你就看着这个种子，就看到了，就心里就现出了地藏菩萨了。然后地藏菩萨啊，这个德性就现出来了，哎，然后这个就这几个种子字加起来就是一个坛城，这个坛城合在一起总在一起就是佛，那成佛你说快不快？很快的，那个时候就很快的，所以按照这种形象的法修，要修三上二身底劫，修到里面报身的法，行部、四部、瑜伽部是讲报身的，也就是说进入到内部去了，进入到这个生命，哇，就好像这个放大镜一样，你这个人啊，推，哇，进入到那里面，进入里面，哦，再看到里面，哦，你原来是由细胞组成的，细胞是由分子组成的啊，里面血液啊、水分啊，然后这个各种的那个，然后再往里面推，什么是你的心脏为什么没有发电机？他们的砰通砰通砰通，为什么在会跳？哦，再往里面推，原来哦，你这个就是在业力。这个业的力的推，这个业力是什么？哦，对 DNA 的盘旋的旋转。哦，再往里，哎，请问你改变相貌是用外面整形快，还是到里面去改变里面，改变里面你的程序来转变你快？哪个快？改变程序快啊！所以那个现在搞整容的，整容医院生意还很好，那个还吃亏啊！开刀开过了之后，想开回来就回不来了。哎，请问我们来听经闻法修行是不是整容啊？我们是不是改变内在程序啊？对呀、啊，你仔细去看，学佛的人跟没学佛脸不一样的，啊，一个调柔，一个刚强，哎，不一样的，哎，是相是不是喜随心转的？所以智者改心，那个愚笨的人呢，就改相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就是现在愚笨的人多还是智慧的人多？哎，所以我们任务很艰巨啊，啊，任务很艰巨的。哎，那是报身的修法，就是进入到生命的内部去了，找到了这个里面的生命内在坛城，直接我们的佛性就显现出坛城。你看我们祖师就是这样的，汉传佛教的祖师，你看一上来就是什么啊，念楞严咒，楞严咒是我所知道的咒语里最长的。我们汉传佛教呢特别重视咒语，说明因为我们汉传里面，请问汉地有没有佛菩萨应化？那这些祖师懂不懂这些道理？他们懂，他们就知道要改变我们汉地这么浊恶的众生业力。哎，趁着大家睡觉还在做梦呢，脑大脑这个在放射的这个信号呢，哎，这个脑子脑电波都在放射呢，赶快趁他们放射，现在我们先敲钟击鼓念那个楞严咒，把他们那个脑细胞大脑放射出来的那个磁啊，脑电波都给它净化掉了。哎，请问大家每个人在那睡觉的时候，脑电波这样放射出来，是不是个世界？里面是不是乌七八糟的？那我们出家人就念的楞严咒，就把这个世界就净化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清洁工啊，早上啊的扫地啊，撒地啊，是把道路扫掉了。我们出家人把这个世界的净化了，
把魔气扫掉了，把业气扫掉了，所以每天起来，哦，又很好的过日子了。我就觉得，你看这个世界，这个众生拼命的造恶业，每天的造恶业啊，比山还高，比海还深。哎，但是哎，天天日子还过得不错。这就是佛的咒力的威德，咒力的威德。这个我们汉传的祖师，如佛一样的祖师，早就知道的。刚才我们读的，其实有很多内容都是要很重点的啊。起手本然尽心地，无尽佛藏大慈尊，南方世界永相遇，相遇化云起弘扬佛法利众生，不论昼夜转法轮，开启生命电视台，佛陀教义广推行。各位生命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佛要我们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。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。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，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，那利益众生呢，各位叫放生、布施、超度、施食，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。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证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世界的